了啊，他改几个字，我重把它念完，因为字没有多少。鉴于央行为外汇业务主管机关，对不当销售 TRF 商品，经管会处分之银行，且未积极处理客诉案件者，请央行配合暂缓核准其相关业务申请，是否有当进行公决？他已经改成这样子了啊。好，我们就修正通过。好，报告委员会，我们临时提案已经处理完了哈，我们现在就正式要审这个案子。那因为要念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包括就念的我们的同仁比较辛苦一点哈。那各位委员，如果你要公忙的话，忙没有关系，要吃饭干什么哈？各位，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念，然后一个小时又回来，好不好？就是连念连休息，因为条文实在太多了哈。我们就是1:40回来啊，1:40开始处理啊。宣读第一案，本院委员郑明忠等人、委员余婉如等人、委员赖世宝等人分别拟具保险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委员郑明忠等17人提案，第136条之一，为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提升保险业竞争力，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经本会核准者，得享有试验经理沙盒之资格。本会自申请书件送达之次日起30日内未表示反对者，视为已核准。但于前接期间内，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不得进行所申请之行为。未立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监督管理，并确保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之健全，经核准之监理沙盒，由主管机关依个案辅导监管调整或豁免本法应遵行事项后，使得试验监理沙盒第一项及第二项之规定，有关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之申请资格、申请文件、申请程序与其财务业务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监理沙盒之试验有显著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之。委员余婉如等17人提案，第137条之二，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等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得受理企业对于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试验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委员赖世宝等20人提案，第136条之一，为因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并鼓励主管机关主动参与金融创新，以移除对金融创新非必要之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应受理企业对于金融沙盒试验之申请。为兼顾金融沙盒发展，并维护金融市场之健全与保障消费权益，主管机关应针对申请监理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试验计划之审核、试验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对于消费者金融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试验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试验报告内容、报告之内容需求及企业财务业务及其他应遵循事项等，订定相关办法。有关监理沙盒之推动，主管机关应成立专案办公室，负责政策协调、沟通与推动。有关监理沙盒试验之审查，主管机关应成立跨领域之专家审查会议进行审查，且所有审查会议皆应有金融及非金融领域之相关专家共同参与。监理沙盒之试验有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委员余婉如等17人提案，第137条之三，主管机关除依前条受理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外，应同步针对申请所涉及之管制法令进行通盘检讨。委员余婉如等17人提案，第137条之四，未进行前条之检讨，主管机关应邀请利害关系人进行政策咨询，前项政策咨询仅范围应包含市场公平竞争、交易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资安及主管机关认为必要之事项。委员余婉如等17人提案，第137条之五，主管机关应因前条政策咨询之结果进行法令应否修改之建议方案（括弧以下简称建议方案），并得附监理沙盒试验申请函。
申请案函送行政院及立法院备查，然未经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申请人之书面同意，主管机关不得将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附加于函送立法院之建议方案中。主管机关应于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结案后三个月内完成前向函送备查。委员余婉如等十七人提案第137条之6，主管机关进行第137条之3之通盘检讨时，如涉及他部会之业务系推动创新之必要，应于建议方案中以专章陈述之。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曾明忠等人、委员余婉如等人、委员赖世葆等人分别拟具证券交易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委员曾明忠等十七人提案第44条之1，为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提升证券业竞争力，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经本会核准者，得享有试验监理沙盒之资格。本会自申请书件送达之次日起30日内未表示反对者，视为已核准。但于前接期间内，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不得进行所申请之行为，未立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监督管理，并确保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之健全，经核准之监理沙盒主管机关得以个案辅导监管调整或豁免本法之应遵循事项后，使得试验监理沙盒第一项及第二项之规定有关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之申请资格、申请文件、申请程序及其财务业务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监理沙盒之试验有显著危及金融市场及信用消费者健全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之。委员余婉如等16人提案第18条之4，为促使主管机关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与给付机制之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金融创新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得受理企业对于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监理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试验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委员赖世葆等20人提案第44条之1，为因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并鼓励主管机关主动参与金融创新，移除对金融创新非必要之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应受理企业对于金融沙盒试验之申请，为兼顾金融科技发展并维护金融市场之健全与保障消费权益，主管机关应针对申请监理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试验计划之审核、试验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试验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试验报告之内容、需求及企业财务业务及其他应遵循事项等，订定相关办法。有关监理沙盒之推动，主管机关应成立专案办公室，负责政策协调、沟通与推动；有关监理沙盒试验之审查，主管机关应成立跨领域之专家审查会议进行审查，且所有审查会议皆应有金融及非金融领域之相关专家共同参与。监理沙盒之试验有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委员余婉如等16人提案第18条之5，主管机关除依前条受理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外，应同步针对申请案所涉及之管制法令进行通盘检讨。委员余婉如等16人提案第18条之6，未进行前条之检讨，主管机关应邀请利害关系人进行政策咨询，前项政策咨询其范围包含市场公平竞争、交易安全、消费者权益与保护、治安及主管机关认为必要之事项。委员余婉如等16人提案第18条之5，主管机关应依前条政策咨询之结果进行法令应否修改之建议方案，括弧以下简称建议方案，并得附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函送行政院及立法院备查，然未经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申请人之书面同意，主管机关不得将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附加于函送立法院之建议方案中。主管机关应于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结案后三个月内完成前项函送备查。委员余婉如等16人提案第18条之8，主管机关于进行第18条之5之通盘检讨时，如涉及其他部会之业务系推动创新之必要者，应于建议方案中以专章陈述之。宣读第3案，本院委员曾明忠等人、委员许玉仁等、委员余婉如等人、委员赖世葆等人分别拟具银行法
增订及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名称《金融银行法》。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一条，为健全银行与金融科技相关机构之业务经营，保障存款人往来客户权益，适应产业发展，并使银行与金融科技相关机构之信用配合国家金融政策，特制定本法。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二条，本法称银行或与金融科技相关机构为依本法组织登记经营银行与金融科技相关机构之业务。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四条，更银行或与金融科技相关机构得经营之业务项目，由中央主管机关按其类别就本法所定之范围内分别核定，并于营业执照上载明，但其有关外汇业务之经营需经中央银行之许可。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十八条，本法称银行或与金融科技相关机构负责人为依公司法或依其他法律或其组织章程所定应负责之人。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七章之一，金融科技公司。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一百二十三条之一，本法称金融科技公司为金融相关机构，以科技透过网络提供平台，媒合金融资讯，推出金融产品或进行金融活动。金融科技公司之经营管理，依本法之规定，本法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其管理规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一百二十三条之二，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相关机构之业务经营之业务如下：一、与银行合作或接受银行委托发展科技金融业务或产品；二、与银行合作发展金融科技；三、透过科技发展经营金融业务；四、使用新兴科技透过网络提供平台媒合金融资讯，推出金融产品或进行金融活动；五、使用新兴科技透过网络进行电子支付结算、代收转付或银行业务对接等金融活动；六、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之其他有关业务。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七章之二，监管沙盒。委员曾明忠等十七人提案，第二十二条之一，为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提升金融业竞争力，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经本会核准，得享有试验监理沙盒之资格。本会自申请书件送达之次日起三十日内未表示反对者，视为已核准。但于前接期间内，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不得进行所申请之行为，未立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监督管理，并确保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之健全，经核准之监理沙盒，由主管机关依个案辅导监管调整或豁免本法之应遵循事项后，使得试验监理沙盒第一项及第二项之规定，有关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之申请资格、申请文件、申请程序与其财务业务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监理沙盒之试验有显著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之。委员赖世宝等二十人提案，第二十二条之一，为因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为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并鼓励主管机关主动参与金融创新，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非必要之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应受理企业对于金融沙盒试验之申请，为兼顾金融科技发展并维护金融市场之健全与保障消费者权益，主管机关应针对申请监理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试验计划之审核。试验计划的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试验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试验报告之内容、需求及企业财务业务及其他应遵循事项，订定相关办法。有关监理沙盒之推动，主管机关应成立专案办公室，负责政策协调、沟通与推动。有关监理沙盒试验之审查，主管机关应成立跨领域之专家审查会议进行审查，且所有审查会议皆有金融及非金融领域之相关专家共同参与。监理沙盒之试验有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一百二十三条之三，本法称监管沙盒为金融科技公司或银行相关机构的金融创新产品或服务得以正式推出问世前，能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去测试。监管沙盒之经营管理，依本法之规定，本法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其管理规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123条之4监管沙盒的机制与内容，一、提供创新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实验的机制，在创新的过程中兼顾金融系统安全；二、协助创新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在监管沙盒内发展问世；三、在监管沙盒内运作的创新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政府评估改善或推进金融政策或法令的依据；四、创新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得以在监管沙盒内豁免相关的法令政策限制；五、协助创新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在监管沙盒内的企业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六、对参与监管沙盒新的创新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提供保护计划；七、只要通过主管机关申请进入监管沙盒的业者，就能在创新的金融产品或服务上从事与法令政策有冲突的业务，就算业务被终止，也能免除法律责任的追究。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123条之5进入监管沙盒推动创新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必须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4条之1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金融创新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主管机关等受理企业对于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4条之2主管机关除依前条受理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外，应同步针对申请案所涉及之管制法令进行通盘检讨。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4条之3未进行前条之检讨，主管机关应邀请利害关系人进行政策咨询。前项政策咨询其范围包含市场公平竞争、交易安全、消费者权益与保护、治安及主管机关认为必要之事项。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4条之4主管机关应依前条政策咨询之结果进行法令应否修改之建议方案，关乎以下简称建议方案，并得赴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函送行政院及立法院备查，然未经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按申请人之书面同意，主管机关不得将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附加于函送立法院之建议方案中。主管机关应于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结案后3个月内完成前项函送备查。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4条之5主管机关于进行第4条之2之通盘检讨时，如涉及他部会之业务系推动创新之必要者，应于建议方案中以专章陈述之。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125条之1散布流言或以诈术损害银行、外国银行、经营货币市场业务机构、金融科技公司或经营银行间资金移转账务清算之金融资讯服务事业之信用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125条之2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负责人或职员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损害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之利益，而为违背其职务之行为，自身损害于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之财务或其他利益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上，二者以上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500万元以上5亿元以下罚金。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负责人或职员2人以上共同实施前项犯罪之行为者，得加重其刑之1/2。第一项之未遂犯罚之。前3项规定于外国银行或经营货币市场业务机构之负责人或职员适用之。委员许玉仁等十七人提案第125条之3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诈术使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将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或第三人之财务交付，或以不正当方法将虚伪资料或不指证
不正指令输入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电脑或其相关设备制作财产权之得上变更记录而取得他人财产，其犯罪所得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以前项方法得财产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知者，一同前二项之未遂犯罚之。委员许玉仁等17人提案第125条之5、第125条之2、第一项之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负责人、职员或第125条之3、第一项之行为人所为之无偿行为有害及银行之权利者，银行得申请法院撤销之。前项之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负责人、职员或行为人所为之有偿行为于行为时明知有损害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之权利，且受益人与受益时亦知其情事者，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得申请法院撤销之。前两项规定申请法院撤销时，得并申请命受益人或得转得人恢复原状，但转得人于转得时不知有撤销原因者，不在此限。第一项之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负责人、职员或行为人与其配偶、直系亲属、同居亲属、家长或家属间所为之处分其财产行为，均视为无偿行为。第一项之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负责人、职员或行为人与前项以外之人所为之处分其财产行为，推定为无偿行为。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撤销权自银行、金融科技与金融相关机构之有撤销原因时起1年间不行使，或自行为时起经过10年而消灭。前六项规定于第125条之2、第四项之外国银行负责人或职员适用之。第四案，本院委员曾明忠等人、委员余婉如等人、委员赖世葆等人分别拟具期货交易法增订及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曾明忠等17人提案第56条之1，为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提升期货业竞争力，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经本会核准者，得享有试验监理稍后之资格。本会自申请书件送达之次日起30日内未表示反对者，视为已核准。但于前接期间内，金融科技业及资讯院不得进行所申请之行为。为利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监督管理，并确保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之健全，经核准之监理沙盒，由主管机关依个案辅导监管调整或豁免本法之应遵循事项后，使得试验监理沙盒第一项及第二项之规定有关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之申请代资格、申请文件、申请程序与其财务业务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监理沙盒之试验有显著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之。委员余婉如等16人提案第5条之1，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得受理企业对于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试验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文赖世葆等20人提案第56条之1，为因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并鼓励主管机关主动参与金融创新，以移除对金融创新非必要之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应受理企业对于金融沙盒试验之申请，为兼顾金融科技发展并维护金融市场之健全与保护消费者权益，主管机关应针对申请建立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是测试计划之审核、试验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试验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及企业财务业务及其应遵循事项等，订定相关办法。有关监理沙盒之推动，主管机关应成立专案办公室，负责政策协调、沟通与推动。有关监理沙盒试验之审查，主管机关应于成立跨领域之专家审查会议进行审查，且所有
审查会议间应有金融及非金融领域之相关专家共同参与监理沙盒之试验，有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市场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委员于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五条之二，主管机关除依前条受理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外，应同步针对申请案所涉及管制法令进行通盘检讨。文玉婉人等十六人提案第五条之三，未进行前条之检讨，主管机关应邀请利害关系人进行政策咨询。前项政策咨询其范围应包含市场公平竞争、交易安全、消费者权益与保护、治安及主管机关认为必要之事项。文玉婉人等十六人提案第五条之四，主管机关应依前条政策咨询之结果进行法令应否修改之建议方案。括弧以下简称建议方案，并得附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函送立法院及行政院及立法院备查，然未经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申请人之书面同意，主管机关不得将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附加于函送立法院之建议方案中。主管机关应于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结案后，申请案结案后三个月内完成前项函送备查。委员二等十六人第五条之五，主管机关于进行第四条之二之通盘检讨时，如涉及他部会之业务系推动创新之必要者，应于建议方案中专章陈述之。第五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委员赖世宝等分别拟具信托业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三条之一，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不必要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得受理企业于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测试报告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文赖世宝等二十人提案第三条之一，为因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并鼓励主管机关主动参与金融创新，移除对于金融创新非必要之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应受理企业对于金融沙盒试验之申请，为兼顾金融科技发展并维护金融市场之健全及保障消费者权益，主管机关应针对申请监理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试验计划之审核、试验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试验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试验报告之内容需求及企业财务业务及其他应遵循事项等，订定相关办法。有关监理沙盒之推动，主管机关应成立专案办公室，负责政策协调、沟通与推动。有关监理沙盒之审查，主管机关应成立跨领域之专家审查会议进行审查，且所有审查会议均应有金融及非金融领域之相关专家共同参与。监理沙盒之试验有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委员于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三条之二，主管机关除依前条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外，应同步针对申请案所涉及之法令管制法令进行通盘检讨。委员于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三条之三，未进行前条之检讨，主管机关应邀请利害关系人进行政策咨询。前项政策咨询其范围包含市场公平竞争、交易安全、消费者权益与保护、治安及主管机关认为必要之事项。委员于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三条之四，主管机关应前条政策咨询之结果进行法令应否修改之建议方案，括弧以下简称建议方案，并得附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函送行政院及立法院备查，然未经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申请人之书面同意，主管机关不得将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附加于函送立法院之建议方案中。主管机关应于监理沙盒申请案结案后三个月内完成前项函送备查。委员于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三条之五，主管机关于进行第三条之二之通盘检讨时，如涉及他部会之业务系推动创新之必要者，应于建议方案中以专章陈述之。第六案，本院委员
孙明忠等人、委员余婉如等人、委员赖世宝等人分别拟具《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委员郑明忠等十七人提案第三条之一，为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提升证券投资顾问事业竞争力，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经本会核准，得享有试验监理沙盒之资格。本会之申请书件送达之次日起三十日内未表示反对者，视为已核准。但于全期期间内，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不得进行所申请之行为。未立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监督管理，并确保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之健全，经核准之监理沙盒由主管机关依个案辅导监管调整或豁免本法之应遵循事项后，使得试验监理沙盒第一项及第二项之规定，有关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之申请资格、申请文件、申请程序及其财务业务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监理沙盒之试验有显著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由主管机关命停止之。得命停止之。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六条之一，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试测试，以移除对金融创新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得受理企业对于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监理沙盒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委员赖世宝等二十人提案第三条之一，为因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并鼓励主管机关主动参与金融创新，以移除对金融创新非必要之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应受理企业对于金融沙盒试验之申请，为兼顾金融科技发展并维护金融市场之健全与保障消费者权益，主管机关应针对申请监理沙盒之资格标准、试验计划之审核、试验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试验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及企业财务、企业之及其他应遵循事项等订定相关办法。有关监理沙盒之推动，主管机关应成立专案办公室，负责政策协调、沟通与推动；有关监理沙盒试验之审查，主管机关应成立跨领域之专家审查会议进行审查，且所有审查会议皆应有金融及非金融领域之相关专家共同参与。监理沙盒之试验有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六条之二，主管机关除依前条受理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外，应同步针对申请案涉及之法令管制进行通盘检讨。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六条之三，为进行前条之检讨，主管机关应邀请利害关系人进行政策咨询，全项政策咨询其范围包含市场公平竞争、交易安全、消费者权益与保护、资安及主管机关认为必要之事项。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六条之四，主管机关应依前条政策咨询之结果进行法令应否修改之建议方案，括弧以下简称建议方案，并得附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函送行政院及立法院备查，然未经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申请人之书面同意，主管机关不得将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附加于函送立法院之建议方案中，主管机关应于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结案后三个月内还完成前项函送备查。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六条之五，主管机关于进行第六条之二之通盘检讨时，如涉及他部会之业务系推动创新之必要者，应于建议方案中以专章陈述之。第七案，本院委员郑明忠等人、委员余婉如等人、委员赖世宝等人分别拟具《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增订部分条文草案。委员郑明忠等十七人提案第五条之二，为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提升电子票证业竞争力，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经本会核准者，得享有监理沙盒试验监理沙盒之资格。本会自申请书送达之次日起三十日内未表示反对者，视为已核准。但于前期期间内，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不得进行所申请之行为。为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监督管理，并确保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之健全，经核准之监理沙盒由主管机关依个案辅导监管调整或豁免本法之应遵循事项后，使得试验监理沙盒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有关金融科技业及其他
及资讯服务业之申请之申请资格、申请文件、申请程序与其财务业务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经理查核之事业有显著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之。文娱完人的十六人提案第五条之二，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产业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得受理企业对于监理查核之事业申请参与监理查核之参与查核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其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试验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委员赖世葆等二十人提案第五条之二，为因应金融科技发展，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并鼓励主管机关主动参与金融创新，以移除对金融创新非必要之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应受理企业对金融查核试验之申请。为兼顾金融科技发展，并维护金融市场之健全与保障消费者权益，主管机关应针对申请监理查核试验之资格标准、试验计划之审核、试验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试验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及企业财务业务及其他应遵循事项等订定相关办法。有关监理查核之推动，主管机关应成立专案办公室，负责政策协调、沟通与管推动。有关监理查核试验之审查，主管机关应成立跨领域之专家审查会议进行审查，且所有审查会议皆应有金融及非金融领域之相关专家共同参与监理查核之试验。有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文娱完人等十六人提案第五条之三，主管机关除依前条受理监理查核之试验申请外，应同步针对申请案所涉及之法令管制进行通盘检讨。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提案第五条之四，未进行前条之检讨，主管机关应邀请利害关系人进行政策咨询，前项政策咨询其范围应包含市场公平竞争、交易安全、消费者权益与保护、资安及主管机关认为必要之事项。文娱完人等十六人提案第五条之五，主管机关应前条政策咨询之结果进行法令应否修改之建议方案，括弧以下简称建议方案的，并得附监理查核试验申请案函送行政院及立法院备查。然未经监理查核试验申请案申请人之书面同意，主管机关不得将监理查核试验申请案附加于函送立法院之建议方案中。主管机关于监理查核试验申请案结案后三个月内完成前项函送备查。文娱完如等十六人提案第五条之六，主管机关于进行第五条之三之通盘检讨时，如涉及他部会之业务系推动创新之必要者，应于建议方案中专章陈述之。第八案，本院委员曾明忠等人、委员余婉如等人、委员赖世葆等人分别拟具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增订部分条文草案。委员曾明忠等十七人提案第三条之一，为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提升电子支付业竞争力，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经本会核准者，得享有试验监理查核之资格。本会自申请书件送达之次日起三十日内未表示反对者，视为已核准。但于全接期间内，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不得进行所申请之行为。为利金融科技业及资讯业监督管理，并确保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之健全经核准之监理查核，由主管机关依个案辅导监管调整或豁免本法之应遵循事项后，使得试验监理查核第一项及第二项之规定，有关金融科技业及资讯服务业之申请资格、申请文件、申请程序与其财务业务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经理查核之事件有显著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之。委员会等16人提案第三条之一，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得受理企业对于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监理沙盒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文赖世宝等20人提案第三条之一，为因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并鼓励主管机关主动参与金融创新，以移除对金融创新非必要之管制障碍，主管机关应受理企业对于金融沙盒试验之申请，为监护金融科技发展并维护金融市场之健全与保护消费者权益，主管机关应针对申请监理沙盒试验之资格审标准、试验计划之审核、试验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试验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测试报告之内容、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及企业财务业务及其他应遵循事项等，订定相关办法。有关监理沙盒之推动，主管机关应成立专案办公室，负责政策协调、沟通与推动。有关监理沙盒试验之审查，主管机关应成立跨领域之专业专家审查会议进行审查，且所有审查会议皆应有金融及非金融领域之相关专家共同参与。监理沙盒之试验有危及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健全经营之余者，主管机关得命停止。文玉王若等16人提案第三条之二，主管机关除依前条受理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外，应同步针对申请案所涉及之管制法令进行通盘检讨。文玉王若等16人提案第三条之三，为进行前条之检讨，主管机关应邀请利害关系人进行政策咨询，前项政策咨询其范围应包含市场公平竞争、交易安全、消费者权益与保护、治安及主管机关认为必要之事项。委员员任的16人提案第三条之四，主管机关应依前条政策咨询之结果进行法律应否修改之建议方案（括弧以下简称建议方案），并得附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函送行政院及立法院备查。然未经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申请人之书面同意，主管机关不得将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附加于函送立法院之建议方案中。主管机关应于监理沙盒试验申请案结案后3个月内完成前项函送备查。委员王若等16人提案第三条之五，主管机关于进行第三条之二之通盘检讨时，如涉及他部会之业务系推动创新之必要者，应于建议方案中专章陈述之。第九案，委员余婉如等人拟具《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增订第32条之二条文草案。第32条之二，为发展金融科技、强化金融之可及性、实用性及品质，金融科技或金融服务业得向主管机关申请办理金融业之实验。本法第三条第二项代书之事业，亦得依前项规定提出申请。金融科技业之主要业务为下列之一者：一、利用资讯或网络科技从事可辅助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之资料收集、处理、分析或供应；二、利用资讯或网络科技以提升金融服务或作业流程之效率或安全性；三、其他以资讯或科技为基础设计或发展数位化或创新金融服务。第一项申请实验之项目与程序、实验计划之审查、实验之监控与终止、实验报告内容、金融消费者权益之保护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金融业务之实验者，于实验期间办理经核准之金融业务实验，不适用下列规定：一、银行法第125条；二、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及第46条；三、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30条第二项，违反同法第4条第一项、第30条第三项及第4项；四、信托业法第48条；
五、证券交易法第175条第一项违反同法第18条第一项、第44条第一项及第177条第一项违反同法第45条第二项。六、期货交易法第112条第三款至第五款。七、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第107条及110条。八、保险法第167条及第167条之一。金融科技业经核准办理金融业务之实验完成后，经主管机关审查通过者，该业务之经营应受金融法规之监理。现在宣读修正动议第一案。赖委员等人所提《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增订第32条之二，为发展金融科技、强化金融之可及性、实用性及品质，金融科技业或金融服务业得向主管机关申请办理金融业务之实验。本法第3条第二项但数之事业，亦得依前项规定提出申请。金融科技业指主要业务为下列之一者：一、利用资讯或网络科技从事可辅助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之资料收集、处理、分析或供应；二、利用资讯或网络科技以提升金融服务或作业流程之效率或安全性；三、其他以资讯或科技为基础设计或发展数位化或创新金融服务。第一项申请实验之项目与程序、实验计划之审查、实验之监控与终止、实验报告内容、金融消费者权益之保护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实验计划之审查，主管机关应成立跨领域之专家审查会议进行审查，且所有审查会议皆应有金融及非金融领域之相关专家共同参与。第一项金融业务之实验者，于实验期间办理经核准之金融业务实验，不适用下列规定：一、银行法第125条；二、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及第46条；三、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30条第二项违反同法第4条第一项、第30条第三项及第4项；四、信托业法第48条；五、证券交易法第175条第一项违反同法第18条第一项、第40条第一项及第177条第一项违反同法第45条第二项；六、期货交易法第112条第三款至第五款；七、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第107条及第110条；八、保险法第167条及第167条之一。有关上述业务之推动，主管机关应成立监理沙盒专案办公室，负责政策协调、沟通与推动。金融科技业经核准办理金融业务之实验完成后，经主管机关审查通过者，该业务之经营应受金融法规之监理。提案委员赖世宝，联署委员曾明忠、费宏泰、卢秀燕、罗明才、郑天才。第二案，余委员宛如等人所提《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增订第32条之二修正动议。第三十，为发展金融科技、强化金融之可及性、实用性及品质，金融科技或金融服务业与所营业务有抵触现行法令之余，或因测试之需有法律豁免之必要，或业务范围依法令难以判断为适法者，得向主管机关申请办理金融业务之实验。本法第3条第二项但数之事业，亦得依前项规定提出申请。金融科技业指主要业务为下列之一者：一、利用资讯或网络科技从事可辅助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之资料收集、处理、分析或供应；二、利用资讯或网络科技以提升金融服务或作业流程之效率或安全性；三、其他以资讯或科技为基础设计或发展数位化或创新金融服务。第一项申请实验之项目与程序、实验计划之审查、实验之监控与终止、实验报告内容、金融消费者权益之保护、实验完成后进行商转之业务准入与辅导等机制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金融业务之实验者，于实验期间办理经核准之金融业务实验，不适用下列规定：
一、银行法第125条；二、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及第46条；三、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30条第二项违反同法第4条第一项、第30条第三项及第4项；四、信托业法第48条；五、证券交易法第175条第一项违反同法第18条第一项、第44条第一项及第177条第一项违反同法第45条第二项；六、期货交易法第112条第三款至第5款；七、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第107条及第110条；八、保险法第167条及167条之一；九、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30条之一及第30条之二；十、票券金融管理法第61条违反同法第6条；金融科技业经核准办理金融业务之实验完成后，经主管机关审查通过者，该业务之经营应受金融法规之监理。第一项所称金融业务之实验，属于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金融市场之行为。中央主管机关应参酌金融业务实验之结果，检讨金融法规之妥适性，予以修正，以利金融科技创新发展。提案委员余婉如、联署委员施益芳、邱泰源、江永昌、陈赖树梅等。宣读完毕。现宣读附带决议：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增订第32条之二条文第4项有关立法授权申请金融沙盒进行实验项目与程序等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于现行金融监理、银行、电子支付机构、信托业、证券交易与期货交易、保险业、证券投信与投顾等业别强度具有差异性，主管机关于订定各业别申请实验沙盒之细部规范规划时，应考量个别金融产业原本间的行业特性，顾及其实验项目期程及配套上之实际需要，并广为宣传，以利推动各金融产业沙盒计划之成功。提案委员陈赖树美，联署委员王荣章、余婉如、江永昌等。宣读完毕。
结束了，你最后就是我要协商就好了，一句话就好了，你不用每一条条文。你条文里面有互相不同的故事，我们的条文里面彼此的版本。好，我们那个现在开始协商吧。那个要请那个金管会央行有关系哈，其他的相关的长官都来吧，好不好？好，这样子哦，我想不管各位心里有想什么啦哈，我们还是就按照议事规则走啦。议事规则走，就是这些案子我们都要处理，就一条一条来处理。那各位有意见可以表达哦，啊，你们要保留也都可以，我都尊重哦。但是我们就是要往这里走了，这个尽量把它走完哦，这议事走完，啊，结果怎么样我们再说了哈。来，我们就开始读哈，从保险法开始第一本，因为按照顺序啊，从保险法第一本来啊，第八页啊，各位看第八页来。来第八页啊，有曾明忠委员，有余婉如委员、赖世宝委员，条次不一样。曾明忠136/1，然后赖世宝136/1，余婉如是137/2。今晚会表达一点意见吧。就你们有没有你们的建议条文？有没有？针对这个有没有建议条文？就是金管会有没有建议版本？如果金管会有建议版本，就请都给大家看，好不好？把你们的建议条文给我们各个委员看，好不好？就看看。不是迅速进行，就是等在这里134/1啊。不是，我们审保险法跟他没关系啊。保险法136/1有什么10000版？啊，就是以10000的为主是吧？是这样子吗？没有这回事，没有这，我们一条一条走。对，有啊有，他们有版本了、啊，他们有版本，有，金管有版本。金管如果能说服我们的话，就按照新金管版本就好了。哎呀，对啊，你们的很好，我们就按你们的可以啊，对不对？我们要个别版本啊，你们都没有提啊，啊？有啊，就给我们了，那是给我们了。没有这回事，我们按照这顺序来的。你们那个叫各位跟各位报告哈，我没有任何的偏袒，一切按照议事规则走，就是先到的法案先审。先到的法案是保险法，是第一宗的法案，那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是最后一个进来的，所以最后讨论的，啊。我们按照规矩来走，一步一步走啊，对不对？有了，他们有啊，厚厚一本怎么没有呢？这么多怎么没有呢？准备好了，当然是不到八八八走啊。对啊，对，就按照他们版本走，对啊，就这个意思啊，是啊。哦，那是你们。如果金管会八法是有版本的话，版本的这么好啊，没有给我们看过吼，这样子现在要审吗？好吧，这样我们再休息10分钟好吗？再休息10分钟，你们这个执政党的这个立院跟行政，你们好好去沟通吧。10分钟又回来，好不好？他又刚刚又提了一个保险法的。好。保险法呢？余婉如、王龙章跟陈赖素美，不，等到审到那边再念吧。现在不用念了。你看保险法，就先念保险法，好吧？还是要重读半本吧，因为他
好，那我们就提出来我们的心得，那就重新念好了，好不好？重新再念，那各位就是可以赶快去协商吧，你们那个行政立法两部门赶快去弄吧，好不好？好不好？我们按照议事规则走，因为然后是按照递案的案件递来的先后顺序啊，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是最后一案才进来的，所以他最后处理啊，前面一定要先处理。好，你先读一次啊，请。那你们赶快去协商吧，你们几位赶快协商，好不好？所以现在进行，现在议事进行是宣读啊，宣读哎，宣读新的修正动议，请哎，八个没关系，就是宣读哎。赶快来的。宣读保险法第137条之二修正动议，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企业所行业务有抵触现行法令之余，或因测试之需要有法律豁免之必要，或业务范围依法令难以判断为事法者，主管机关得受理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试验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所称企业不受本法第六条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之限制。提案委员余婉汝、王荣章、陈赖素美。第二案，证券交易法修正动议第十八条之四，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企业所行业务有抵触现行法令之余，或因测试之需要需有法律豁免之必要，或业务范围法令难以判断为事法者，主管机关得受理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所称企业不受本法第十八条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之限制。提案委员余婉汝、王荣章、陈赖素美。第三案，银行法第四条修正动议，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企业所行业务有抵触现行法令之余，或因测试之需有法律豁免之必要，或业务范围得依法令之判断为事法者，主管机关得受理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所称企业不受本法第四条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之限制。提案委员余婉汝、王荣章、陈赖素美。第四案，期货交易法修正动议第五条之一，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企业所行业务有抵触现行法令之余，或因测试之需有法律豁免之必要，或业务范围依法令难以判断为事法者，主管机关得受理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
参与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所申企业不受本法第五条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之限制。提案委员余婉如、王荣章、陈赖素美。信托业法修正动议第三条之一，未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企业所行业务有抵触现行法令之余，或因测试之需由法律豁免之必要，或业务范围依法令难以判断为适法者，主管机关得受理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所申企业不受本法第二条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之限制。提案委员余婉如、王荣章、陈赖素美。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修正动议第六条之一，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等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企业所行业务所有抵触现行法令之余，或因测试之需有法令豁免之必要，或业务范围依法令难以判断为适法者，主管机关得受理监管沙盒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所申企业不受本法第六条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之限制。提案委员余婉如、王荣章、陈赖素美。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修正动议第五条之二，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企业所行业务有抵触现行法令之余，或因测试之需有法律豁免之必要，或业务范围依法令难以判断为适法者，主管机关得受理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所申企业不受本法第四条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二条之限制。提案委员余婉如、王荣章、陈赖素美。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修正动议第三条之一，为促使主管机关主动参与新创企业产品、服务、企业模式及给付机制等之开发测试，以移除对于金融创新不必要的管制障碍。企业所行业务有抵触现行法令之余，或因测试之需有法律豁免之必要，或业务范围依法令难以判断为适法者，主管机关得受理监理沙盒之试验申请。参与沙盒试验之资格标准，对于消费者及金融体系之保护机制、测试计划之审核办法、测试计划之监控准则、法令豁免之适用准则、计划终止之适用准则及测试报告之内容需求等事项，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所申企业不受本法第三条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之限制。提案委员余婉如、王荣章、陈赖素美。宣读完毕。宣读完毕。好，各位，这个现在金管会啊也用心啊准备了这一本厚厚的这一本啊，我们就根据厚厚的这一本，因为他把所有委员的提案都放在一起，然后还有金管会的建议条文啊，各位就表示意见好吗？我们就现在先看第一页啊，金管会给我们厚厚这一本。第一页一三六条之一啊，有没有什么意见来？各位请。好，叶文伟请。好，就是哈，也谢谢金管会很认真哈，把法条都并在一起。那其实看得出来是说，它其实只有修一个法条啦，然后放进八个不同的法嘛，对不对？好，那我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哈，以这个保险法为例。它虽然用了一条来取代我们其他的不同的条次，
可是事实上就说我所建议的一些立法的内容跟精神好都被遗漏了，都被遗漏了齁。所以是不是这个部分大家觉得怎么样，是就保留，因为这样的话我也没办法可能现在接受这样子。好，谢谢。基本上我是赞成金管会的条文啦，因为假设原来金管会透过余婉如委员等提案是提在就不修这个八项，就只有修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但是假设各位有兴趣啊，你把那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第一条从头把它念了，它只是为了要处理有关消费者保护的争议案件啊。它那个明文第一条就这样写啊，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就第一条，这第一点。第二点呢，金融监理沙盒是每个国家都有。早上大家提到了英国、香港、新加坡、美国现在提案，澳洲，到时候人家会做比较的。那找台湾的作用法找不到，找了半天找到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这跟国际上的立法会很奇怪了。这第二点呢，第三点呢，其实金管会的内部的分工啦，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是谁？是金管会的法务处啊。那所以说变成，其实这个应该是回到作用法去，该修保险法修保险法，修银行法修银行法，让各局该管的就回到他也去管，而且业务才熟了，也才一致了，那这部分切给法务处，那一部分切给法务处，我非常奇怪，到时候怎么监理啊？而且法务处的人也不是那么专业，而不是说不专业，他是法律上专业的，那真的监理的部分，他们真的没办法了。我没有笑你们的，我知道你们法律的实务很熟啊，但是你说这你保险的，你可能里面法务处长可能一个人啊银行的可能就一个人啊证券可能就一个人啊还兼办啊，你哪有办法监理啊？所以我是主张哦，回到七个法或八个法去修啦。而且这国际上比较，到现在你拿出来说台湾嘛修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非常的奇怪了。好，汪龙章委员发言完毕，上换那个费用代委。我跟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现在这一本里面金管会的建议条文，其实就是它金融保护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前三项。它只是第四项，但是它要修到这里来才对，要修到这里来才对。让我讲完，就是说它的第四项，就是说它的第四项，只是它没有，就是说第四项后面对于其他各法的排除的这个部分而已，它就全部的那个文字都是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内容跟文字，好，那而且在这里面的话，就是说它就只修这一条。就是说，所以如果大家的现在情况是可以接受，我确定一下，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金管会的版本，只是放在各法里面，当然可以接受啊，就是说只是放在各法里面，当然可以接受啊，而不是只放，不是如果合理啊，如果大家都接受，当然可以接受啊，是这样子 的，是这个意思啊，当然是啊，当然是啊。好，那就是各法里面就都只修这一条。不是不是，没有这样讲，我们没有跳到那里。这个不是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啊，今天我们按照议事规则来走，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是放在最后面的，因为它最晚进来，我们是按照进来的先后顺序，这是按照议事规则来走的，所以你要审到那里，那一定要经过这里。那你说经过这里，我里面的条文通通是金管会的条文，如果大家委员都同意，我就接受了，就是好，我们大家委员都放下成见，啊，就把金管会的意思全部放在各个八法，就这样子，这是一个答案。另外一个答案就是说，其他委员也有意见，金管会里面修的我们觉得不够好，那我们就来看嘛，要保留保留，那就要怎么样处理，就按照议事规则处理嘛。啊，今天的处理多少算多少，择期再处理，我也不会反对。但是我刚刚说过了，我们不可能说我前面四个委员总共提了25个案子，然后通跳过去只审金融交易，没有这回事，这个叫自我阉割啊！这个我真的要这样讲哦。如果执政党的立委跟行政部已经达成这样协议了，老实讲，我们是非常遗憾的哦。就是说，大家读一读议事规则，没有这样子干的啦啊，没有，也没有这样自己阉割，把自己都阉掉了哦，这自己什么都不是了，人都不是了哦，就这样阉掉了，不行了哦。我们就按照议事规则一个一个来走，
要走到那里的，那不然就是你每一条给我反对，我们也没有提要求，你们是这样子嘛？你们现在很清楚，你们都不要嘛，就大家正眼说瞎话，就这样子，大家讲明了啦，不要正眼说瞎话，就是你们都不要了嘛，那没有关系，我说不要，那就让外社会知道，我们的金管会是这么的保守，完全排斥金融沙盒。他说要放在消费者金融保护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那个叫滑天下之大稽了。开宗明义是有纠纷的，买到金融商品有纠纷的，我才去找这个。他是一个救济单位啊，救济的法怎么会拿到一个新立的法在这里？来，对不起，我讲多了，来，魏委员，然后完毕以后看岳永儒还要讲是不是？还看谁要讲？来看这个，我对金融沙盒、啊、其实。我这一两年也真的研究了，看了很多 paper。几个月以前，我还到新加坡特别去参加过几个会议哈。我觉得这个可以在对金管会，我觉得你先要打开你的心胸，金融沙盒可以给我们创造一个生机啊。你们不是一天到晚要创新创新吗？这就是在金融里面的一个创新的东西。比方讲哈，如果说你们真的没有研究，或者怕没有准备好。你就找一个国家，我建议了，你把新加坡的人家通过的东西，你拿来看一看，哪些适合我们的，因为牵涉到国情不一样嘛，哪些适合我们的，去好好的去研究，认真的去学习。你今天像我今天咨询师问你们，你们这些金融单位、周边单位加起来，要有一个 team leader， 你们现在缺乏一个主席式的人，让。动用他新你的周边单位交易所啊柜买啊这个证机会啊这个金融研讯他们都有很多的资源也有很多的人在那但是你们会里面一定要有人出来整合有法务处出来整合我觉得没有道理啊所以如果说这样子啊这样子会让大家看到哦法务处出来整理代表你们没有人才你知道吗变成你们没有人才这很 low 啊对吧我是觉得要去面对这些事情不会没有关系去学我们可以我们把我们的意见给你们讲我们把我们知道通通讲给你听对啊像我们的助理们我们的学生们大家都是可以做你们的后盾嘛这个事情没有牵涉到任何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为了金管会你们 upgrade 对不对这是一个世界潮流的方向不要排斥我觉得金管会真的你们若先排斥我跟你讲感觉到真的我们国家的金融产业是没有希望的等一下好了我念那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一条给各位参考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公平合理有效处理金融消费争议以增进金融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并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全发展特定定本法了那第一条是这样明文开宗明义这样写了那我们这金融监理沙盒是国际上大家有的法律了那我意思是说、啊、不要盖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这个在上面呢、啊、盖违章建筑真的不好看你这您得安在这个法律安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很奇怪我觉得你既然而且大家讨论那个提案都提出来嘛八华就八华七华就七华你就正正当当安到作用法里面不要盖违章建筑盖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好请来李主委我先跟会员报告一下我们内部的分工不是给法务处了、啊、是给综合规划处了、啊、他不会啊他统筹所有的业务啊，哈，啊，我们真的，我们心胸是很开阔，从来没有说，反对什么什么，那其实内容都一样，啊，我们纯粹是考虑这个立法上的精简了、啊，立法精简是我们的事情，你不用考虑，我们宁愿不要精简，我们要按规矩来，不要替我们考虑，不要替我们考虑，不需要，不需要，真的，谢谢了，感谢你。还有一个问题，立法精简不用，这个不是理由了。因为以后这个金融科技业可能会有跨业的情形。是啊，跨不同业，跨不同业好，你今天说一个保险业来了，你在保险法弄，他是要照保险法呢，可是他有跨业的话，跨到譬如说
证券法，那他到底要照保险法来还是证券法来，这个在法律体系上适用也有困扰。另外就这个使用者，法律的使用者申请者，他也很困扰，一弄要弄要检查八个法，甚至以后是九个法，好，我们是从这样去考量。我们行政部门常常有时候检查一百个法，都有，像那个要修，所以我们金融接理沙盒的法案摆在消费者那个消费者保护法，平常讲啊，让别的国家真的会笑，真的是会笑，笑到你觉得台湾到底有没有人才？我跟你讲啊，新加坡人家怎么做？真的去，我是觉得啊，英国也许离我们国情差的更多，他比我们先进太多了，在金融方面，我们参考参考新加坡的，新加坡也比我们先进很多。其实你们那边资料收集啊，你们透过我们关谷银行在那边就可以收集一些资料嘛，不难的啦。派他们去参加他们的研讨会，去学习学习，跟他们交交朋友，从里面可以拿回来一些东西来参考上。摆在消费者保护法，我是觉得，就说代表说，哦，我们建立沙盒已经起步了。诸位，你不怕被人家笑，我还怕被人家笑。如果这样哈，可不可以再重新考量单独立一个法，新法？不是，那个不是。那个诸位，我要提醒一下哦，我们不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哦，你的意见是参考用，我们是委员来决定的哦。建议我们不接受嘛，因为不那个建议我们也是要走完啦。今天案子都提出来在这里，除了叫委员的推案，我们在这里了，法案在这里了，这样子、啊、那让我讲完了，法案这么多的法案在这里，你说啊，我们要重新弄一个新的法，那是另外一件事，你可以重新弄。等我们这个法处理的，然后处理结果我没有意见，尊重大家啊。但是你可以去提个，没有问题，你可以去提。你们去弄个专法也没有意见，等到专法来的时候，那边如果大家觉得更好，那这边就把它取消，也没什么不可以啊。但是你不能说因为要等那个，所以我不处理这个不行哦。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说这个，你不要进行。我说这个晚以后我们可以不可以重新来考量？譬如说，当然我们现在意见是说在消保法嘛。要不要对了，要休息了，被他笑死了，真的。现在大家这样指示，那会不会单独立一个法，新法会更好？你为什么排斥八个法呢？你问问题是我没有排斥嘛？我说你就那就走往前走就好了，审查完结果再来。在行政的立场里面的话，你们要提好，你就说要提新的，就说法案单独立。你跟我说我们的，你跟他是他们你们。不，我们别忘了，我说我们呢，我们立委那个原则嘛，好。那然后如果这样子的话，当然也可以啊，你现在当然可以提嘛。那然后就是说我们的话，当然就是说可以排审嘛，好，但是那个是一回事嘛。那今天就是说这些法案来讲的话，还是做处理嘛，好，好不好？那我们来了这样子的哈，来进行。其实你认真看的哈，比如说保险法总共就两条，如果对余婉如比较委屈一点，余婉如提了很多，他很认真，然后这个金管会的意见都是不予振列。如果院委员不处理的话，都是不予振列跳过去的话，那只剩两条而已，就只有两条而已。啊，其他的，不，其他只有两条，就是你的，包括这两条，包括你，我你也有。我问一下，我这边被归列为不予振列的条文哈，譬如说包含第137条之三，主管机关除依前项受理建立沙盒之试验申请外，依同步针对申请案所涉及之管制法令进行通盘检讨嘛。所以其实我记得刚刚也有委员就提到，就说哈，我们除了这边一边要做建立沙盒法案，一边要修嘛，要通盘检讨法令才是真正的这个永续之道嘛。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哈，如果只是前面他们提的这些法，虽然也是利益良善，也是鼓励这个创新哈，这个 FinTech 的发展，但事实上我原本立法的一些意志哈，有一些遗漏啦。所以我觉得说今天要处理，但是不是就保留能够。之后把我这些意见不是，如果你现在都保留，那么就不要处理了，那还处理什么？通通不通就不是。哎，这样子我休息五分钟了，好不好？我们来再讨论一下。
今天先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我们多吃了个便当。哎呀，我们我那边不好意思，就吃了。这个咖，这个咖啡是谁买的？委员会是不是？委员会买的。今晚会买的，不好意思啊，喝你们咖啡就来这里。来开会。啊，二手学生安全。好，报告委员会。报委员会，因为很明显的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意见有很大的落差，行政部门表面支持，实际是杯葛跟反对的。他八个案子通通不接受，只要他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就是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只要修那一个。那刚才有委员指教啊，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开宗明义，请各位读一读第一章。第一条写得非常清楚，是因应买金融商品有纠纷了才处理的。我们今天这个是不一样，我们这个是要呼应蔡政府、蔡总统的产业创新，是创新的产业，是让金融业、让科技业可以进来，揪引我们金融业的发展。所以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哈，它不是防弊，它是一个新立的法案，它是一个新立的法案。所以出发点不一样。那我刚才陈行也听得到、听得出来哈，这个我们执政党的行政立法部门，他们原来立场是这样子。但是我也跟各位报告，要审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一定要经过这八个，因为所有的法案按照议事规则是先到就先排，一定要进来。那这个都有关系的。即便比如说我们王龙章委员王昭伟要排的话，他也要把这要拉进来，这是相关的。即便你就有审一个，因为他有牵涉到一个我第几条不适用，第几条不适用，一样都要纳进来，说按照规矩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更何况我们这案子已经排了，我想我跟我们王昭伟相处的都很好了哈。我想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审到这里。那么跟各位报告，审院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十七人拟具《保险法》增订第136条之一条文草案等25修正案，尚未审查完竣，那么另择期再审。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那么报告委员会，本次会议程处理全部结束。如果有登记发言不在场的委员补提书面质询，一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议事人员协助处理。好，在宣布散会前，那个金管会的李主委啊，我拜托李主委率同相关长官哦，今天的委员很多的指教，好好的听进去啊。这是一个金融新立的法案，它不是防弊的法案，是新立的法案，当然会有一点点防弊的味道，你们怎么弄？但是所以拜托哦，我在这里拜托用主席位置拜托李主委哦，我下下礼拜一就排哦，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哦，好好去商量一下，把我们的案子全部走一遍，你们到底要怎么改？你们觉得 comfortable 啊？说不定你最后通通用你们的，我们都接受。但是这个走完，最后再走那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都可以。这个我想这样子啊，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啊，真正的这一块业务才往前走了。或者修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很多委员的指教是真的贻笑大方的，会贻笑国际。好，我们正式宣布散会，谢谢。成功的。